哎，西瓜饿死了，赶快吃点东西回去睡，明天好好玩啊。是。哎，西瓜，你不是发了个视频说要减肥吗？对啊，我穿裤子一下会减肥啊。控制一下。那多吃点素啊，菜热量低啊。哎，行，你吃，不减肥也帅。对吧？我就多吃一块，晚上运动一下就跑掉了。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什么？说这鲸鱼每天在海里喝海水、吃小鱼，还每天投到鱼捞网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然后它还这么大这么胖啊？所以呢？所以运动多，吃的少，根本没什么卵用。我晚上去吃烤肉吧。白痴，胖死你啊！哎，你好重啊！不是你能不能一起来收拾啊？就在那里趴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蛋糕啊。能吃吗？能啊。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衣架啊。能吃吗？不能啊。还不是，哎，你不是。你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吗？因为什么？这说明我吃软不吃硬啊！你再说一遍啊！不是，不是我温柔点，哎，到底干不干？哎，干干干，来，马上。哎，西瓜，你起不起啊？你再睡一会儿，早餐就没了，就半个小时了。还不是因为昨晚陪你玩太晚了。起不起？起不起？起不起？哎，待会儿请你吃早午饭。酒店早饭有那么好吃吗？哎，你快点，我要饿死了。我还困了。谁让你昨天不睡的？我睡，是你自己要打完一会儿先睡了。哎，好，来试试这个，我一会儿给你播。好了，你们别弄了，我再给你播吧。OK。你先去洗澡吧。哎。你不会回你自己房间洗吗？别那么小气嘛，明天你去洗呗。让我们来整整西瓜。喂，什么？你也在三亚？啊，那你来找我啊！啊，快点！我要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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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谁啊，没谁。啊，我听到了。没有，你肯定听错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要去，我要给你吹。可爱吧？干嘛呢？收拾收拾东西回去了呀？啊，我们再去两天吧。我还有工作呢。那再请两天假。哎，不要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正常吧。哎呀。哎呀，走了走了嘛。